可他们中混进了无风细作，就应该全部处死。他们已经中毒，没有我的解药，就乖乖等死吧。 救我！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不要，我还不想死！干什么？恭喜你，设局成功，虫子进坑了。拿起药来救他的命。 你可以试试，是你先死，还是他先死？你在说什么？带走。 元稹弟弟，你莽撞了。少主，我也是为了救子羽哥哥心切，吸下穴位，连通手肘，手肘发麻的情况下，子羽哥哥应该安然无事的。而且，子羽哥哥设局心切，我不能白费了他的苦心。这不是抓到了吗？胡说！ 刚才明明对我下了杀手，元稹弟弟，下一次不要这么鲁莽。是。